哦，这几日有劳大家了。你们每个人都去领一批婵娟，回去之后陪妻女做身心衣衫吧。东家，这家伙还没成亲呢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没成亲，总会有心仪之人吧？你送一批婵娟给他，他自然就明白了你的心意。所谓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你不说，别人怎么会知道你的心意呢？ 对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去吧。干嘛？ 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